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on board flight SQ763 to Copenhagen.是第一个与病毒共存的国家，室内室外都不需要戴口罩，也没有病毒检测仪可以购买，所以整趟旅行里我们都没有戴口罩，仿佛就好像回到了病毒前，大家可以自由呼吸新鲜的空气。现在是去 Welcome 妈妈，这是一间以亚洲食物为主的餐厅，食物都非常非常的好吃。如果你来欧洲旅行，想念家乡菜了，想念亚洲菜了，就可以来这里解解馋。这是位于 Copenhagen 的 new home， 你可以来这里乘船游河，或者来这里坐在河边吃吃冰淇淋，又或者来这里享受我们和我们一样的午餐，非常的好吃。Der Kaffee für mich. Und der Leben erzählt auf der Rundfunk 4 Euro.